啦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哦，我们这一局就来打一场，十几风暴，十三风暴，好。错菜，那个单打，不然他要暴君啦、啊。拉一下哦，单打，那个坦克有 A 的话是坦克 A 就可以了，不用，我们不用 A。等我一下，看一下，软泥。软泥不会吃那个激励，不吃是不是？对，不吃上吧，因为是黄斑，我忘记了。放心。放心。等下下面可以帮我运一只那个侍者，先抓左手边这边的。你说降临师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对，先抓那边。好。因为我如果没记错，这两只掉刚好28。
戏。放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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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结果我的兵是兵到另外一只，咔，超白痴的啦！这个你还是打，后面那只补血我断了。放弃。放弃。在下面打就好，这边不会引到网吗？定义在下来一点比较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.谁啊？那个疯女的小怪，你知道怎么拉吗？要往左边拉吗？不是，
叫一下。好，我跳上去那个平台，跳上去平台，然后打小怪就好。拉小怪就好。火柱那边啊、哦。你站在平台，你站在那个我们都会摸的那个，我会摸那个过去的地方。这边。真正的猎物，你上来，对我的目标按嘲讽，按嘲讽中，嘲讽哦，不要死我哦，嘲讽哦，嘲讽，好来下，然后这边来这边，嗯。然后你面对的前面是悬空的、哦，不要走到右边的平台哦，走过去就GG了。然后上座机用跳的。用跳的。哎，上座机用跳的啊，然后你下去，哎，不要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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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活一下，活一下，上面的活得到。哎，五军活得到吗？这边可以。这边可以，我就很难跳这个，我跳都直接下去。如果活不到，你们就要跑了。好，看起来是活不到，你们跑了。活不到吗？活不到，要跑了。群火嘞？没有，我就没有群火。我瘦。对。哦，他是像是地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刺，你怎么可能会过不来？你对着我们按，用暗闪就好了。是啊，他有自己跳过去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在战斗？不能先拉了吧？来吧。哇，还是要冲刺一下。本来就是要冲刺一下。剩刺刺了吧？对啊，我们先上吧。刺刺用暗闪，我站在这边给他暗闪就好。别担心，你下去我会复活你。快逃啊！没错，你下去，我们有群火了，我们的群火已经过来了。我有群火了，我可以复活你。要夺魂哦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等下夺魂去里面打哦，不要在外面打，不然那个什么土元素，如果他突然 K 掉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边均匀过去吧，准备好了就说一下吧。好我先过去了，我隐身了，所以不用管我。来，三二一，照着。然后等一下，那个这四只打完后，桥上那一只那个小白，你拉的时候，前面有水坑，你知道吗？你有解过那世界任务的水坑吗？对对对，掉下去，然后直接拉是吧？直接让他那个什么，瞬移到你旁边，因为他那个。对对对，他会直接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就是这样。
来磕哦，找不到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而且知道不该吃的招。快逃！啊，喜欢这个吗？没事。快逃！来吧，小猴。来要水哦。欸没有，你要直接散住气冲过去哦，我们没办法进战斗。哦，好，对，你是直接冲到，所以我这直接散住气，冲到水中水坑，对，然后自杀，你这个只能自杀。拉着这一只是吗？哎，对，这一只就好了。好，那我走了，再见，拜拜。蛮心那个火爆蛮心。一看怪顺过去就可以就走了，放心这里撑一下，哎呀，那我不要掉下去啊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五军对这样就可以，我想去脚滑下去，来五军火爬下，然后妲己拉得到 nice， 等一下妲己拉得到，可以所以然后妲己火我对不起大家，我脚一滑就下去了。没有那个这个点很正常，这个点很正常。哎、欸，我这边是这样是正常的吗？我是必死就对了。对，你是必死。然后就是如果你建议是跑右手边那一个啦，上面右手边那一个。建议啦，因为这一个水坑，这一个红叉叉这个水坑是一跳下去，全部小怪就会瞬移。只是因为这礼拜太忙，真是太可悲。快逃！然后这边要全清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刀打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没有目标。哦，那个基地，我先控一下那个血量，我先控一下血量。放心。我想到我刚刚吃饭了。你不要在后面了，不要在后面了。放心，不要在后面了。桥上那一只。我看到。啊！你！打我！哇靠！土元素先有 CD 就开了，就开了，大刀都直接清了，直接清了。放心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打到我啦！快逃！放心。拿起来一两颗没差，两颗五补。一两颗、啊、不会有所谓的一两颗，不会有所谓的一两颗，他妈有我在，一两颗，我不容许。那真是两颗好的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干，怎么会这样？打车子，这边翻车就进去了。对不起，啊，这
这边翻车几率，就应该说这边一翻车就很难过了，很难加一了。啊，又是这个地方。好活他吧！啊，打击过去也是啊。我不行，我来，我来，小蛋子来了。没有跳到。他刚刚那个。怎么了？有活到了，活到了。等下你们上坐骑，我用假死看能不能直接摆掉。来啊！到了，到了。还有。等你们到。到了哈，我直接上了，我不理你们，拜拜，拜拜。夜会，不行。看，看我身上都有血。啊！你们拉个人，那个武军，说那个我那个我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那你。拉我，不然我就你站在武军现在的位置拉我，你不要站在太前面拉我，好，拉我，非常好。一万百次，接我，我还以为我撑得住，结果没有，我完全撑不住。走，滚。可以。不是练蛋，那蛋也太痛了吧？要开龟壳吧，要不然撑不住吧。最起码要接近水才能开点龟壳，不过我还没接近就已经被扒掉了，被扒。他转头扒我一下，我就挂了。他转头扒我一下，我就死掉了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我怎么觉得打不完啊？不要讲，我很担心。打不完，打不了钱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他拉多了。哎，五金断是不是？现在没有。对对，看起来他是断了。他又开始了。惨了，元神会揍我。为什么直接揍你啊？元神在揍我啊！没有，正常，太多只了。这时候就是如果有五军的话，就是最好的了，因为他有晕，有那个都可以用，对，有很多技能可以用。啊，我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拼了命跑过五军，跑到不用拉了。我拼了命在保护他。有，我有看到。你拼了命在保护他。对啊，我想说，那我死了，他还可以帮忙活。断线了，他过完就断线了。怎么？要等五军吗？哇！靠，五军在哪？
放心。是往门口吗？应该是放心。我靠！他妈的，在中。放心。好，跟他火影。等一下，停一下啊！我是活人，你们会不会死的话，你们可以先拉人吗？第二段，我开打了。我一段，这是二段，杰哥三段。微风，我们向前。好，下个我断，下个芝芝断。那个杰哥，好，那个我断。O C D。微风追送我们向前，保护我吧。我，杰哥，下一个杰哥。
这边呢？因为我走中间吗？就正常进，正常进。不要狙上哦！回到了，不要 A 哦。这个区了就大波啊！好像没关系，好像那么小的没关系吧？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没关系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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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忘记了，当然建议一说就想起来了，那就去吧，回戏。军帽。那两只就有关系了。你在哪？放心。过去吧。放心。帮我带一下那个黑暗好吗？放心。等一下啊。放心。现在小智不会叠基地哦。哎，对，改过了。老师，坚持啊！喂。有人死欸，我说我看到一半，哎呀，竟然看到我就，对不起，啊，已经变肉块了，你是不是想多看他肉块一阵？还爱心啊？放心。需要目标，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你们里面有要亲吗？我打野团，他有一个可以挡这两只。我先闷左边，然后你们走另外一边，然后再闷另外一边。这两只要亲掉吗？可以。可以跳，因为七十六，可是七十六跳，啊，你是绕边边，就是你趴出口吗？我不知道啊，那已经超死啊！哎，我绕边边，听一下，听一下，听一下，你要绕墙壁，另外一边墙壁走，然后靠跟着墙壁走，再跟另外一边，哎。没有啦，那个，那个谁，那个小白，那个池子说是另外一边。哦，那可以走了。快靠近的时候，我再扔另外一只，然后你就可以走过去。哦，像夺魂哦。怪怪的，对啊。我还不能使用这件物品。正常来讲，不会在这边接住。是打超过，对，还是打超过。是上路。
烤羊。四十段就好了。把你们丢往黑暗深渊，大海会让你们粉身碎骨，直到永远。我弄，哎，段你们要翻段吗？知道吗？你就要死在这里了。有，我们还有换谍战。你的头很快就会挂在我的墙上。我直接误导垃圾了。这样，有段了，有段了。打不进去啊，他是不是已经没办法了？他是不是坏掉了？放心，看人把他杀死了。我干第二个星空，哇塞了，抓塞了，放心，大哥弟，是谁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杰哥帮我断一下，你打进去，不赢啊，把他打，根本打不死他，好不好？直接拉出来，看能不能拖上吧。小心表演再过来哦，打底打底，有有有，我在跑我在跑啊，撞到老兄啊，这次假死你够了够了够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超硬的好刚好好打不行啊，包括你怎么打不行啊，怎样啊，刚才是 bug 吗？还是没有啦，就如果没有醒过来，他会被控制啊。他球一开始会不够彩，然后把他打死。哎呀，我看你们打不死他。啊！真是波折百出啊！他第一次球都会彩不太够，然后打了把他打死。第二次以后才会彩得够。那我们就开始写吧。开始学，好好开始学。放心。找巨型魔。全部 BD 也随便了。九在哪？我没得啥。放心。放心。
放心。不要不要不要。不要没得断，没断到，都没断到。放心。谢谢我。决定暂停一下。啊，他们。那是在跑的，要不要先啊？要火球。一下。打洞。这货不吃，不吃定身呐、啊，免疫控场。我需要目标。先打完吧。往上吗？来吧。5 4 3 2 1放心。你是这人的院长官。我
我知道应该要打完就把它吃掉，给我，拜托。靠！好。完了，再走啊，再走啊，不要停。好水。这个必要。这个。哪有你们？计划就凭你们。被你恐吓了。我的意志。总吃激励吗？不吃。不吃。吃。不。这次我可以，可是吃火球吗？吃。吃。吧。吃哦。人没有出火球啊。按住他吧。我需要，至你现在该拿点战利品了。拿我往前来求。那是吃吧？哦，你说火球？等下他就出一堆火球出来，你能骂？啊啊！好恐怖哦！这如果有火球，好恶心！在你知道吗？好，那这如果有火球就。你要死了，拜拜。起来吧，死去的人。没死哎、欸，更何必呢？我拉阿塔。抱歉，我黑了一把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因为风暴，哦、好了，对不起，这真的是不熟啊，干。这戒指有没有人要啊？致命金筒。好，这一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